Hello， 小可爱们，大家好呀！大家有没有发现，这几年性冷淡风越来越大，黑白灰的颜色和极简的设计搭配起来，透着满满的高级感。当然，说起极简风，我脑海中首先想到的就是无印良品。无印良品作为日本的杂货品牌，除了售卖生活用品，倡导的更是一种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。它的商品自然质朴，最大的特点之一是极简，拿掉商标，省去不必要的设计，去除一切不必要的加工和颜色，简单到只剩下素材和功能本身，所以很受年轻人的追捧，风格特点明显，有格调，有设计感，等都是大家爱它的理由。但对于咱们贫民窟女孩来说，有些东西性价比真的不高，为了大家的钱包着想，今天我就收集了 MUJI 四款性价比超高的美妆好物，爱我就给我点个赞吧。 MUJI 无印良品小型粉底液、海绵、化妆海绵这种东西还是要经常更换才卫生。 MUJI 这个我也是逢人便安利，不爱洗海绵粉扑的宝宝一定要试试，一袋有30个，里面的海绵有两种形状，菱形和长三角形。好感谢发明这种有尖尖角的海绵的人，有了它鼻翼、眼角等边边角角的地方都能很好的照顾到，每个用一两次丢掉，方便卫生，也不心疼，重点还很万能呀。MUJI 无印良品蜜粉吸油面纸，这款蜜粉吸油纸与普通的吸油纸最大的不同，就是在吸收率高的混麻纸上涂覆了一层蜜粉，自带细腻蜜粉，能够在吸收油光的同时还可以补妆，绝对是油肌妹纸的福音。而且有了这款都不需要带蜜粉出门了，抽取式设计，方便连续抽取，只要轻轻在脸部按压，体子部位、眉心、鼻尖、额头等容易出油部位就能够吸走油光了，蜜粉颜色也很自然，小小一包带出门超方便，触感柔软亲肤，敏感肌也是用我随时随地都能拥有轻放假光的妆容，夏天不能更棒了，夏日出行油皮必备好物。 MUJI 无印良品化妆棉。 MUJI 这个化妆棉是没有漂白过的，所以颜色是自然的亚麻色，上面黑色的小点点是棉花籽的残留，毕竟化妆棉是每天都要贴近肌肤擦擦敷敷的，没有漂白过的用起来才放心。一包180片，不能说用到天荒地老，但也够用很久了，性价比很高，而且一片还能再撕成3-5片，每片化妆棉都厚厚的，很扎实，卸妆也不会渗透到手那一面的棉花层，卸起妆来 so easy， 因为渗透力不强，所以用来上乳液也很适合，乳液会浮在表层，一点也不浪费。MUJI 无印良品舒柔化妆水，敏感肌肤用 MUJI 舒柔化妆水是他家护肤系列的王牌产品，敏感肌专用，根据肤质不同，肤质分为滋润型和高保湿型，几乎是每个季节都能找到合适的。滋润型这款滋润型适合混合偏干中性肌肤，因换季而容易敏感，皮肤干燥很痒或容易出现湿疹等敏感的肌肤都适合使用，吃的非常清爽，上脸嗖嗖嗖就吸收进皮肤的节奏，不会有吃不进去的黏腻感，温和舒服，更不会有闷痘的烦恼。赞，即使炎热的夏天在外面浪一天，皮肤起皮泛红，回来用它敷上个10分钟，不适感瞬间少了很多，顺带还补了缺了一天的水，主打温和无添加，不含酒精、香精、防腐剂、色素、矿物油等，所以小编一直超爱用，加上它成分简单温和，即使每天用来做水墨也免了过敏的担心。高保湿型，高保湿型适合干性肌肤使用，特别是春秋季能够给肌肤加倍的保湿，便宜6大碗，拿来做基础补水，随身喷雾或者是水敷都一点不心疼，敷完之后肌肤超水润，换季出现的肌肤红痒不适等敏感现象都会得到缓解，因为这款水色重温和舒缓和补水，加上超高的性价比，除了做基础补水外，平日爱敷纸膜的姑娘也可以用这款做水膜，
补水力度更是 MAX 一大瓶400毫升能用好久，价格也很感人。总之来说一句话，敏感肌行吗？好了，今天的案例就到这儿了。如果你想做一枚精致格肌的，一定要 get 这些神器优